还没有录到什么，但是觉得人已经好累了。好累啊！那我们今天拼命的话，只有一个条件。哎呦，是什么？奖金制啊！我跟你讲哦，哎，怎么样？因为没有奖金，我真的整个人都累。我们一人凑10000，凑80000，送给婚姻人。Wanna make it back? How many finest women I fit up in my jet? I'm the regular, live like a bachelor. Gotta taste them, AKA regular. Every day a brand new thing. Got a new, I'm the king, baby. Everybody wants to live my life, but again I'm the king, baby.就是欢迎谢谢的人，是吗？吴妮娜，你不迷撒？哎呦，哎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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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吴妮娜，你不迷撒？嗨喂，自由嘿，哎，你好特别哦，我咋看你？哎，他们要跳舞啦，来跳一下，跳一下，跳。谢哥已经认出来了，我就是沈文成。今天来到就是台东玩很大，台东，哎，1、2、3、4，你哪来的大家里金就夸，啊，穷呀你穿，好金衣就好穿，粗鲁鸡呀，无条件穿挂，啊，好穿，长身带，美丽海花。这一趟旅途啊，有有花花存在，应该不会太累。先介绍一下你们的队员，哎呀，来来介绍一下，还有小静，哎呦，他那边两位男生呢，是我们比较担忧的，汗臭都很好，好不好？哎，哈校园，哎呦，哎，你是敌友，不要问，拿个削笔呢，对不对？好，削笔呢，没有，
您看起来这一次是蛮整的。哎，我们真的太好了，运动员。如果他们两个跑不动，我们就直接扛上去。那我们这边呢是见遇强则强，遇弱则弱。哎呦，你们是肖明，我们是一面。对，一面，一面，一面。有没有看到？欢迎明兄。对不对？气势哦！不是不是，你要原因条件才能赢嘛，对不对？在艾希的面前，我绝对是一名勇士。我会保护你，我会保护你。一定的。对，如果说要我们今天拼命的话，只有一个条件。哎呦，是什么？奖金制啊！那我们今天台东玩很大，到这边告一段落，谢谢。奖金就奖，到是奖金。我们上次才拿五万，有我有看到，你有看到啊？怎么样？所以今天会是吗？今天的赛制呢，其实是命运好好玩。走了，等一下，因为他不是要走了吗？对呀，不是，大家不用担心，因为大家来到台东好山好水，是台东县政府招待我们，有很多好吃的东西。听说主队、客队啊，两队队长都有害怕的东西，有人怕高，有人怕吃怪东西。所以呢，我们绝对输家惩罚，服务大家，绝对让你们吓到不敢回家。听说客队队长很怕这一次出完人大外景，要去特训。对啊，临时抱佛脚那没有用。哎，你不要这样，有时候也是看运气啦。我们自从前一个礼拜开始，马上在大安森林公园每天特训。好了，今天是11月17号，我现在几点？晚上几点？晚上大概12点半。然后我现在跟花花两个人干嘛啦？12点半可以有鬼，我好怕。哎，你觉得综艺玩很大是怎么样的节目？其实我你知道我每个礼拜六都有看没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是忠实观众。好，那我就觉得哎呀，怎么这么厉害？就很想来参加，可是又觉得说，就是每次来参加的这些人的体力都好厉害，对，就很怕我进来会拖累大家。对，但是你看你就是知道说你不常运动的人。对啊，因为很喘哎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啊？因为没有女生运动会想要穿灰色的衣服出来。我等一下看你一下。两烟丝，有啊，我已经开始要流汗了，我觉得。哎，来，怎么办？看一下。我不要。我就是我的钱。哎，其实跑蛮快的。不用担心，大家这一次就在闯关的过程中享受我们台东的好山好水。那我们既然是命运好好玩，马上要迎接第一关，先去换上部落勇士的衣服迎接第一关哦，耶！要不要三枪？太累了。快点，什么枪？打三枪，打三枪！不要！哎，那保育嘞，你开枪会把他的皮毛皮弄坏，我们拿石头丢就好。打死他！现在两边都已经换好这个部落勇士的衣服了，那现在就来赶快揭晓我们第一关，准备一起念。什么？山上的孩子利用原住民的工具进行闯关，结果最不合实际任务者获胜。对的，因为我们这个乌尼娜公主要穿裤子，这一关呢，我们就是在这个乌尼娜工作坊呢，要扮着出手好重，哎，出手好重，但是我不能笑，不能笑会被打。以前客队队长都是打假的，对啊，真的假的？他们怎么笑点那么低了？我们这个山上的孩子这一关呢，分成两个阶段。第一阶段，我们现在就在射箭场。等一下呢，要比射箭。这一阶段叫做山猪追气令，就是要射山猪。山猪还有山猪啊？山猪表示哟。
到我们这个雾凝男工作坊精心绘制的山猪飘板。每一个人会有两件累积分数，但是这个分数是关系到第二阶段的输赢。所以总共有几关就对了，这是第一关先射山猪。第一关的第一阶段啊，一之一啦，一之一啦，两件，啦，讲中文都听不懂的。好了，这边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样射箭，所以我们有邀请到一位大哥来教我们怎么样射箭。我们要射的话啊，这个平的啊，这个平的刚好，平平的哦，有个勾勾哈，好啊，当然这样先，啊，你要射几号机器，你要先讲，因为他们现在在发抖哦。十号，哎，像吗？他真的要射那个，哎，像不像？像不像？太不不不，左手用，那右手要往后拉，右手往后拉，啊，右手往后拉，啊，可以拉到你耳朵这边，脸这边哈，这个左手要直的，要平的，左手要直拿，左手要直的。你自己是不是吓一跳？啊，没有，昨天晚上练了一晚上，通通没有射中。突然间，你看我是闭着眼睛射。那我们这样子眼睛要看哪里呀？只有看那个，看那个箭头，看那个箭头，看箭头。好，我们谢谢大哥，大家给他谢谢啊，来多谢谢。谢谢。他这个做的还真好哦。大哥，谢谢。那接下来的两队就轮流进行射击，每人呢可以射三箭，第一箭练习，两箭是算分数的啦。练一箭射两箭。是的，好，那我们现在从组队开始。这个我就很厉害。来，哦，可以开场啊！来来来。准备好了啊！准备好了，我们就来了。十分就是要害啊！如果你射中屁股或尾巴，那分数比较低啦哈。先高第一箭，射箭很厉害的啦。哇，厉害的啦！比赛开始，好，接下来正式是算分的喽。这一关我们等于是赢了啦哈，我就射。怎么？啊！这个是零分，对，零分。不是你，不是很坏。拿了一个歪的啦，刚拿出箭的。哎呀，我命令我。刚拿了一个歪的啦。好 ，OK 啊。第二箭，哎，没关系，射个十分就补回来。十分。怎么办啦？哎，看一下，八点十分。哦，请上场。来，我先，我先的。不行，要补一下。Hello， 你有刮到杯，所以可以抽一个杯。沙子的杯，换一下，看一下，绿色的。哦，下。第一，这个是第一件哦。哦，他拿反了。没有，他这个有分左右键，这个啦。哦，来。Hello， 你可以把它倒过来，就变右键了嘛？那傻。哦，厉害。哦，是。没有没有，你一样的，我一样。他因为这一边嘛，啊，他刚傻傻的，他用哎。哎，知道了哈。哎，这是右手，那是左手的啦。要不要？不要不要，那个叫。哎呦，好。啊，第二件算分的啦。哦。还有有。哇！哎 ，OK 了。哎，我刚拿那根歪歪的啦。那根歪的。出吧。对，我那个零分好太，你们的那个零分呢，差距可大了呀！完了，明雄哥，追回来！我们打猎，我的希望都在你身上。练习地震，这边打就好了。闭着眼睛，我靠！来，好好玩的。OK 啊，真是来喽！十分啦！我觉得好好玩嘞，很好玩的啦，瞄准啦！有漂亮！哇！这个面积比较大，好了，给你，好了，走上去
去年的主角。不要拉线，我来我来，赢了赢了，一个零分的，一个零分的。左手握住，小心小心哦，左手握，看哦，吃油。左手，对，你的观念很好哦。哎，好。哎，你会不会射过去树上，然后听到啊？左手，好险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走了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差不多是这样，对对，差不多是这样，会好了会好了，很好很好，不错，再高一点再高一点，你别害我，我再跟你讲，这个功能不一样，好来拉，所以高，直接这样，就是好，右边一点右边一点，好来，好来，右边，好拖拖把。小静，新歌同分呢，好棒啊！那你先，那你先，爱心先，爱心先。哎，我这样射出去，小偷哎，哎，我可以这样吗？哎，陈大，哎，陈大，我来，好，哎，坐上，哎，不能叫，我没有，我只是照一下看，帮他看线而已了啊。对对对，低一点，瘦高一点点，好好好，好，好来，第二件好了，刚才那个十分，瞄那个十分运气哦，哎呀，动过，没有他这个要拉上，你应该最后啊，你是拉在那里，你压轴啦，所以放了，压轴你压轴，我没办法压轴，我压力太大了，真的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花姐。我跟你讲哦，哎，怎么样？因为没有奖金，我真的整个人都累了。对，我手这样子可以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你先可以，对的，可以，可以，对，都可以，这个感觉。对，等一下，我觉得像写毛笔一样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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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很好。你如果想要早一点休息哦，你就射中摄影师。哎呀，十分是不是？买！这个样子我觉得长得像潘若迪。被影响哦。来来来来来。哎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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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那过去没关系啊。我 OK 啊。对呀，曾经快乐是神仙，但也都已经过了。怎么把它当作是他嘛？对了，当作是他嘛？你干扰我！告别旧爱，射中他的十号红心。我这样没法射了，你们，你很烦耶！你们这样干扰，你们这样干扰。哦，对，没干扰。哦，红上一点，红上一点。好好 ，OK， 好，所以阿内就有兵了，阿内就有兵了。最后放，最后放。第一阶段。哎，拉平，拉平，拉平。拉平弓，拉平再弓，弓再拉，再拉远一点点，再来点，再拉，再远来，你可以用手肘勾起来啊，你有点鸡爪一样。哎呀 ！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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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哦这样，对呀，阿拉丈，拉远一点点，拉，再拉，再拉，再拉，好 ，OK， 可以 ，OK 了，可以到了，睡七分，睡七分。对的，这样知道吗？第二针，拉不要拉，拉满一点。他八分，所以就稍微顶高一点点，这样。哎，拉直，拉平，拉平，拉平。哎哎，对对对。好，十分了，好来，可以了。睡，哎呀哎呀呀，七分，对呀，十七分，十分。够够够，舒服呀嘛。哦，这个看起来，那我们七分对我来说，哎，你看他拉那个，好来来，开始开始开始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是喽，你射箭跟你的罚球一样烂，哇，七分下队友，同队是，我要激励他们，万一他没有办法激励，我们现在三十三下队，然后赶紧的，一三一，再拉再拉，哎，好好。不适合，他不
要见。保持姿态，好。放轻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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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抓紧一点。大腿，仅限一分。好，好。但是两队，这个并不代表我们最后的输赢。这个是啊，你赢现在是它是积分制，所以你赢一分没有什么用嘛。对啊，我们加码是不是？一鉴定胜负，要不要？定胜负，哎，好吧。一分很难看。我们这一边肉咖对上你们肉咖，好来啊，好吧，来哦，来哦，哪里有肉咖了？肉咖这个，就是他本人。你刚刚，对，来，好。剪刀石头布，输了先来。剪刀石头布，哎，输的先来啊！来，我们先加马赛的积分加到我们刚才比赛的分数上面了哦。哎，你看，他下面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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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旁边，你看，他是粘在这边，粘在这边，这样子。对。醉了，醉了，醉了！哟吼！各队确定还是要开哈校园哦，要一定了。答应啊！不是啊，是漏咖啊！不是，这讲已经讲好。好啊。眼睛。好来，好来，好来，好来。耶！后面就唱好不好？那我们上去之后分数的变化，大队还是在35分，主队来到44分。我们带了9分的领先。往下一阶段好不好？进入下一节。其实我觉得比赛哈，就是要稍微做出一点那个。不要，我们不做效果的。你要做效果，去别的节目。我们完全是实境，真实、真情、真意。我跟你说，住帐篷就真的是住帐篷。人家很内内啊！为什么你要做效果？我没有做效果，我翻裙子哦。真的做效果？好，对不起，原谅我这一次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多好看！好，加油好不好？加油！对对对！我也没想到我自己那么烂，好烂哦，阿笑宇。啊，刚才呢，我们已经结束了这个原住民的射箭体验，再次跟各位宣布一下分数，主队呢是44分，客队是35分。我咬，可以，要聪明，我咬，哎，我们单单靠智力就赢了9分。我咬，人家有一句古话讲得真好，宁生浪荡子，勿生牛顿儿。有没有坏事一下子，浪子回头还有金不换的时候，但是笨是非。谁笨？怎么？我家过来一点，让大字点。狼呆跨兵的呆，来，有没有？人大呆，狗大笨嘛。这个自古由来已久，怎讲呢？他最不可以原谅的过错就是愚蠢。但是先不要紧张，先不要紧张，这个分数并不代表你们拿的分数高，接下来就容易赢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接下来这个阶段，我们先说我们是要进行的是马吉的制作体验，是用池上糯米来做饭团的啦。哦，好，池上糯米饭团，饭团，说说错，马吉，不要乱意思。卖了，池上糯米做饭团，池上糯米的这个马吉啦，糯米，哎，啊，刚才我们不是有这个35分跟44分吗？35、44，我们现在把它乘以10，变成350跟440。哎呦，这个数字是什么呢？有没有意见？等一下，你们捏出来的这个马吉的重量。哦，啊，最接近的赢。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我们看好不容易赢了9分，那9分你乘以10，我们也就算了。你还要变成我们煎麻吉，要煎出440公克。最接近的是什么？哦，之前想要在大丁那个地方，谁比较笨啊？OK， 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提供跳拱廊了。好，我们池上糯米就在后面。啊，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这个体验。但是呢，等一下呢，如果有超过的话没有关系，看谁最接近就可以获得这两颗星。你从现在开始哦，你如果再这样出题，我会让你变成三株点子，好吧？不要这样子嘛，乱弄我们。不会嘛，这样才有趣嘛，对不对？有趣，观众会觉得莫名其妙。哎，从沙发跌下来，我觉得你很聪明。啊，唯一只有哎，观众吓到从沙发跌下来，只有一个没从沙发跌下来，请问为什么？问谁？因为他家没有沙发。好，我们干嘛？
次来台东哦，还没有录到什么，但就觉得人已经好累了，都在呛虾了，讲一些五四三的啊，经济啊，太讨厌了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赶快计时十分钟，领取我们的慈善糯米，捏马吉啦！哎哎，慈善的糯米在这个地方，哦，好香哦！打开了，好。摇啊摇摇摇摇摇，勺子把它摇起来，摇多点没关系。你有没有概念啊？440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换成公斤多少？公克啊，没有没有，0.44公斤。所以你做对0.4公斤。如果你这个大概没有一个概念啊，我来，我0.4公斤，这个我就厉害的啦，测量。我跟你讲哈，精算师的习惯了。我相信宪哥，因为他有概念，我们有概念对重量的概念。其实我们可以多一点，反正我们拿出来的糯米，因为我们小时候是卖蚵仔煮的，我们知道。来，我隔壁在通关，你们打完的话，那就可以把它拿。好了，如果你们觉得这个糯米拿的差不多，就可以把它拿到前面的那个。哦，不去了吗？不要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相信我。他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一个人。没关系，哦，像这样会粘的，有没有？会粘的，会粘的，沾水，沾水。我们要先沾一点水，沾水。出来了，3、2、1，8、3、3、3、3。下来，等一下，差不多。蛮累的呢。中间，我打中间是不是？你在干嘛？我在倒马蹄呀。哦，你用马蹄就有不知不知的事。我看你在捣乱吧。有啦。我就小心不做。不错，你推。这样子哦。哦，你要帮我推是不是？我觉得一个人弄比较好一点，一人撕下来，一人撕下来，而且好瞄准嘛。1、2、3、4，再撕下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可以了。哦，现在那个重量很重要哦，罗登，靠你罗登了。再提醒一下你们，350克哦。你们要自己称。啊。没有，我们要抓350，这个酱有350吗？各队已经收割了。啊，各队收割了吗？可以。可以了，赢了。可以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来，只要在里面的都要称重哦，到盘子里都要称重哦。哎呀，说好算了。哦。哈哈哈。掉了就没了，这个。没有。怎么样？差不多。有像啊。差不多。最靠近的。差不多。说不定他们差很多啊。1.4公斤。好。现在我们两队都已经把这个糯米马蹄倒好，也拿到这边来了。现在两队猜拳决定谁先来称一下看看了啊。其实没差了，来剪刀石头布。好，你们先。可是我们要说，我们要转过去抓一个，你们不能看着我们大小。对。好，那我们也转过去啊。好啊。这样多少就是多少了。对。谦哥，谦哥送菜。OK。闻好了吗？OK 吗？好，对，请测量。OK， 好来，客队。好来，测量了。好来，你们在这里，我们就这一坨，原封不动。真的？好，碎的夹呢？那这样就是440了。来，确定这一坨？好来，那一坨不要。来。
的人当真的人大概多大？就跌倒了。好累啊！好，上下坡。这个是谁发明的？哎呦！啊！哇哇哇哇哇！高地瓜，龙瓜。来，给你这一坨。好，来。那一坨不要。来来，好。560。好，五百六。565。耶。565差165，组队的差距只要在215以内的话就赢了。哎，哎，谢哥，谢哥，下好了一手，来我哎，三条，而且你有没有看到？组队的差距，哎，所以我们差115克，叶子不会，叶子160，叶子上去差不多，恭喜组队获胜。没错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的扎实，那个比较长，你的扎实。好，在客队还在依依不舍的状况下，我们颁发两颗星球给组队，好，就赢了，哦，连赢两关就赢了，对不对？两关结束了，等结束之后，组队获胜了。研究一下，不用气馁，我们这只是第一关，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关卡啦，我们往下一关前进。这关我们没有赢，我们赢在对手笨。算了啦，没差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的强项不在这边，好不好？我们的强项就是有体力活，体力活有运动的，他们几个老屁股，好不好？不了我们的，一定不了嘛。对。自从我们录了弯很大以后，很奇怪哦，怎么样？开始不太喜欢空旷的地方，只要空旷地方心情都不太好。对，人家是幽闭恐惧症，我们是空旷恐惧症。空旷恐惧症，感觉有点不太妙。太恐惧了吧，对不对？太妙。不用担心，先来看风景啦。我们这个台东海滨公园呢，面向太平洋，对，国际地标。国际地标什么意思？这个国际地标中间的生命之树高14公尺，那这个地方展现出去呢，就像是四海一家的概念，面对太平洋啊，就以这个地方作为国际的地标。而且今年呢，这个台东的跨年晚会就在这个地方进行啦，耶！来迎接这个我们的第一道曙光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这个这么有意义一个国际 international 的地方呢，就要带来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关卡。不要！花一定有话想讲。没有啊，我觉得这么空旷，睡醒会冷，对不对？你没，我至少没有穿外套，不像有人身体虚啊。Hello，身体虚，身体虚。Hello，人家说，脱我们就脱了，原因是因为我们这颜色有搭，好不好？看起来好看，鞋子搭起来最好看。真的，哎呦，精美女装来哦。要把这一关给他玩完的啦，好，来，到底关是什么关卡？一起念，超级原力觉醒挑战赛，两队利用原始爆发力进行闯关任务，最快完成获胜，最爆发力。因为呢，我们关很大，现在是越来越 international， 我们这一关有邀请到这个客座关主，就是《星际大战：原力觉醒》的两个重要角色。在哪里？等一下就会看到了。哎呦，等一下就会看到了。我们这一关呢，要你们成为绝地武士，利用原始爆发力。哎呦！讲解一下这一关要干嘛？首先呢，我们会有四棒分在两边不同的地方。首先第一棒从这个地方出发到这边的时候，跟第二棒击掌，进行第一关肌耐力。啊，还好。肌耐力，肌耐力 OK 啊。对，肌耐力你们都 OK 吧？肌耐力 OK。好，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。
有哨子可以阻止。对，好烦。给他们活泼一点，给他们活泼。肌耐力要做的事情，那就是要伏地挺身，然后用下巴去顶那个沐浴乳的盖子，然后把水挤出来。挤到指定高度哦，那这个就交给你男生。然后呢，挤到指定高度之后呢，往下一关前进，第二棒出发，过来这边进行第二关爆发力，爆发力，爆发力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要怎样爆发？要怎样爆发？图解，这一关第二棒的人要带上这个气球，然后双脚会有那个踏板，要一直踩踩踩踩踩踩踩，然后把这个头上的气球弄爆爆。怕气球的，现在只有爆脆力。背的咖啡。第三棒呢，就从这边出发，到这边到你记忆力，记忆力要进行的就是演艺圈恩爱夫妻的对对碰。哎呀，我们有16宫格，然后呢，你又一次翻一个，要翻到正确的。我们有10秒钟，先给你看正解。这种东西花花最厉害。可是我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脑容量这么小。而且我的记忆就2秒，就看完就忘了。加起来还没有2G嘞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真的不是。老艺人可以记得东西比较多，你知道吗？谁老艺人？你在讲什么？我不见得哦，我今天是完全的废咖。讲一下，讲一下，这一关不是说过了就过了，输的话是有惩罚的。如果你翻错的话，就会由我们的魔王凯罗人，星际大战里面的凯罗人进行原力的惩罚。第三关闯过之后，第三关第三棒过来，第四棒就要进行弹跳力。弹跳要干嘛？地上会有健康步道，健康步道，有健康步道，健康最大的健康步道，健康在健康步道上面跳起来，嘿，拍一下自拍照。好，这个我可以，一定要起来啊，这个我可以。可以，好，现在要猜拳，决定谁先。我们两个记忆超差的，好来，我记忆力很，我记忆力真的很差。先猜拳，就猜拳。哎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杨恒先，输的先。我们先啊，特队先，我们现在不错啊。特队现在分配一下棒次 ，Go。我要爆发力，我来；那肌耐力我来，爆发力你来，我来；记忆力你来，弹跳力。确定我这记忆 OK？ 我记忆力真的很糟。所有观众的印象已经是八卦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就离开大家这印象，我一点都不八卦。之前发新闻，真的，我妈要澄清，我没听，我他真的超不爱讲八卦，真的帮我澄清一下。为什么要爆？为什么要爆？我爆发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，所以先跟第二棒、二四棒。好，那你们等下可以先在这边看戏。好，我请。超级原力觉醒挑战赛客队挑战，预备备。啊！哇塞！哇！哇，好强哦！快速拔腿，可以虽然胖了20公斤哦，但是运动量还是还是 OK 的，因为他以前真的太瘦了。干嘛？干嘛？对，推你身，推你身，下巴，下巴压这个，再把水压出来，水水水水水，要多少？要多少？要满，杯子要满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轮子围起来，金哎，好，拉一下，拉一下，转一下，哇，好 ，OK， 可以了吧？可以了吧？预备了吧？加油！炮台来了。真的很大，
我们亲眼目睹他是压的。哎哎哎，不要跑了，回去回去。哎，太乖了。哎哎哎，真快死了。怎么了？各枪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口枪啊！快点快点！我是智慧力的象征瑞，接下来我就给你十秒钟的智慧原地时间，十秒钟之后，你要靠自己的力量配对出演艺圈正确的夫妻档。如果配对错误，就被我们恐怖的魔王凯罗尔进行处罚。那么你准备好了吗？智慧原理记忆开始。怎么了？好，我再看，我再看。好，人福哥，继续。林主任好像是在这里。亚兰，亚兰是这个吗？啊，不是，错！快打吧，别的地方吧，我觉得我的头要肿起来。这个咋？对啊，她老公，她老公，她老公是这个吗？啊，不对，哎，打别的地方。她老公，她老婆，她老婆在哪里？我刚怎么没看到的？完蛋了，哎，花花怎么感觉蛮久的？好像是在这里吧。哎啊，不对呀，不对不对不对，错了，这是侯昌明。好，这拳要打我屁股，没关系，你继续打。哦，好了好了，然后这两个，这两个啊，在这里，在刚刚我翻过，错了。错，等一下，在这里。哎，这样人在哪里？啊，这样人啊，对，好。这个，对，好，上面这个是谁啊？啊，蓝正龙，对，蓝正龙，我刚刚都没看蓝正龙，蓝正龙该不会在这里吧？啊哈！假新闻，假新闻，假新闻！哎呀，不对，修杰楷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对，啊，这个啦，这个配这个，然后这个，这个是 OK， 完成。来，很快，其实很快。小金，快点！小金，好，快点！啊，贝卡！这里！对！大姐，哎，那魔王打针的吗？超痛！超痛！而且我觉得我头上，我现在应该变抠桃了吧？可以，应该变抠桃了吧？三张6分23秒84，没关系，还算蛮快，不错，好，现在攻守交换。等一下哦，是不是假装跌倒，然后压到球？对，我没有压到，你等一下回去看，我没有压到，我是最后要右手，没有，你回去看，我是最后跌的时候那一下，你知道非常大力，真的没有啦，因为太大只了，那个器具太小了。而且我跟你讲，现在老天都帮你们，现在下雨对不对？你们第一关那个要有水的。对啊。你哪一关？我知道，我就推他那一关。那你等一下就完蛋了，是吧？那个真的很累，这个很累哦。真的吗？好，客队的成绩是6分23秒84，现在由主队进行超级原力觉醒挑战赛，预备！哇塞！
小心中间有小小兵在哪里？小兵小兵小兵在哪里啊？你耍什么帅啊？你小心点，大哥。哎，他跑跑蛮快的。为什么要浪费体力？来来来，趴下趴下。都是什么姿势？还不能太大力耶！对，太大力会碰到外面。Oh my god！ 你不要发那个声音了，太恶心了。很累嘞。啊！你不要讲话了，好嘞。我差一点啊！我的怎么那么多了？知道吗？要满满一杯，满满一杯。来，再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再往下用力，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吗 ？OK 好。宪哥是跑蛮快的，错了。对呀，哎，我本来想说他应该跑不起来。对吧？要拖鞋吗？哎，拖鞋对不对？好，这样。阿雷，然后嘞，好，开始。好，大。哇！宪哥加油！宪哥加油！1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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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2
哇！健哥加油！哎，帮我看一下。哇！有像了，有像了。现在已经两分钟。啊，美丽，啊美丽，健哥美丽。好累哦。健哥加油！健哥不要停。好累啊！好累，快到这个快上，快快起来！轻一点，真的吗？再轻一点，过来给我扶上。有吗？有，快点快点！有这样了吗？啊！有，准备！啊！哎，好，他们说刚才科队在干这个描述的时候，把那个弄爆了。真的吗？把它弄爆，可以吗？弄爆，怎么了？哎。Fuck！ 啊！太好了！啊！人工呼吸，快点！人工呼吸！你吵了！人工呼吸！我紧张的细皮。哎，七哥，我还是要有一件事跟你讲。在这边我们才清两头大便种。啊！没关系，吃一吃。这个是谁发明的？哎呦！啊！是智慧力的象征瑞，接下来我交给你十秒钟的智慧原力时间，十秒钟之后你就靠自己的力量配对出演艺圈正确的夫妻档，好，失败的话就会被我们恐怖的魔王凯罗尔进行处罚，那我们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智慧原力记忆开始。漂亮，帅，对，啊，快点，啊，错，那什么，Oh my god， 不能走，现在有好险，他校园不小心捏破吗？对，我们都有看到，他跌倒，然后把脚捏破，所以我们踩一个部分，要不然。他给他踩到破，应该不会先归西，一定可以，你一定可以，是不是？啊！对，七哥你在哪？啊！有七哥在。哥，你知道哈？怎么办？庆哥，你们的队员好像无法过的第三关。我看到光剑一直发出光芒。庆哥，耶！
分配有点问题。轩哥，你怎么会去踩那气球？气球很累嘞。你应该让明雄去踩那气球。你在想什么？你应该用记忆力的那组就好了。对，或者是你去第一棒。真的哈，真的很没有。但是我们还是赢啦。真的。拍多好，这样拍不错，这样拍不错。而且拍的应该也不错。有 feel 哎，但是没有拍到脸 ，OK 吗 ？OK OK OK 的 OK 的，都算过了。因为你们也是这样啊。还在未定之天。好，刚才客队是6分23秒，宪哥估计你们大概我们大概就是6分，没有6分18，6分18秒，才赢5秒。我那时候你那个福利体是还没做完。我觉得你们太单纯了。哎，我多快啊！成绩没出来不知道嘛。成绩现在要公布，哦，100秒6分51秒。三颗，刚才你们拿2颗，现在给他们追1颗过去啦。没有问题。经过刚那一关之后，我们要真的要发自内心的说，好吧，以后再也不敢看不起你们了。哎呀 ，OK， 我们回去好好再研究一下。好吧，我们往下一关前进喽。那你们那边的王，哎，金曲奖的得主，他们那天抬头还想表演吧？欢迎啊，欢迎！你长得像我安可，还是一朵花。还有，哎呦，哎，看，看到这个就想到北海岸，有没有？我们输了，输了，然后惩罚是放天灯。对对对，来，叫谁啊？谁啊？他谁？谁？马斯卡 ？No， 你长得像我。错，空。错。月看下一朵花，我竟看还有为我的马。乱猜好不好？他呢，也有刚刚远远就说叫出他的名字。我真的讲得出来。皆有。我再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我是马斯卡，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叫铁花村，是台东第一个结合了
的文创音乐艺术的展演空间。听过杏花村没听过铁花村吗？这个地方台东厅的第一任厅长是胡铁花，胡铁花爸爸。对。然后这个地方铁花路，铁花路面这个铁花村就以此为名了。OK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有很多台东的音乐人都聚集到这个地方来表演非常精彩的这个东西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当然就是要做音乐的表演了。哦。马上来揭晓一下今天的关卡，一二三。哎，来大来秀，挑战著名歌手招牌曲，拉贝演唱，分数最高获胜。好，谁啊？啊？唱歌吗？我们要比唱歌。唱歌，我比唱歌。告诉你们，那您那边的网声？对呀。讲的主导人，对呀。拿奖表演，这也是我的地盘。哎，吴奇一啦。啊，不是，一进音乐会了。金马奖里面表演是你吗？哎，真的吗？他们那边有金马奖表演的，都有，还有前苏比都华的团员。哎，那边都有发片，我那我这里。那这样对他们不公平啦！你直接给那个星球就好。直接给他们吗？对呀。OK， 来啊。也是可以啊，直接给我们。讲一下评分方式。等一下你们在这个地方表演的时候呢，会选一首这个原住民歌手招牌歌曲。好。然后呢，就会由现场的30位观众来评分。哦。30位观众占60%。好。表演的影片上传，网友按赞占40%。哦，哎呦。这个底数算是比较可以公平性。而且因为现场30位观众，他们不知道你们要来，就不会有所谓线粉、kit 粉这样子的状态。每个人都要唱到歌。没有啊，我们的工作就录影，表演要另外算钱，好不好？要弄清楚一下。今天是欢迎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对两首歌，队员也算，对呀。我们不要让客队觉得很不公平，客队可以优先选歌，你可以先选走我的最热闹啊，你们觉得最好唱的歌曲。好啊。然后呢，也可以多彩排的时间。现在现场看到10首歌曲啊。怎么样？他们这些歌哦，对他们来讲都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来来来，选歌客队决定好了吗？哎呦，选第一首啦，第一首啦。为什么？我们不要听。看蒙啦，看蒙啦。牵手。看蒙，看蒙。他想要试图的控制。看蒙。看蒙。看蒙。现在我们要我们自己的想法，爱的初体验哦。我们选择是。爱的初体验，客队选择爱的初体验，好，初队请决定。哎，他们选什么？爱的初体验。我他们如果选简单的，我们就不要搞太复杂了。要不然我的未来不是爱的初体验，好吧？要不然我的未来不是梦啊，最简单的啊。OK， 我的未来不是梦，好不好？咦，我跟你讲，我你声音很高，对不对？大企鹅可以写一写。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。来，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，跟着希望在动。都可以唱嘛，选择哪一首？还是我的未来不是梦？对对对，好，很多歌。组队选择我的未来不是梦，客队选择爱的初体验。现在都老歌了，彩排时间。我们换歌，因为这首歌感觉就是没有什么，就平平。那你在那边？只是随便说说，太慢了，这首歌太慢了。哎，可不可以换歌？换歌啦！你用你最舒服的配唱一下，对。如果前面不熟了，哦，你先，你先啊。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？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我跟你讲啊，你是这样哦，你到底是不是音痴？你要先让我。我不是，我不是。那动你就唱啊！来来来来。大胆的唱出来。你是不是像我？没，听高一点。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？好，你先。不，先确定要哪一首，好不好？现在这一首既然不要你们熟的歌有没有？当然有没有？现在，爱的主题，阿伯都可怜的落魄人。我没听过。你可以戏弄我。啊，这个很熟。这个。
这个为什么轻松对轻松，然后又有台东，你不在我哎呀我会啊，而且我们一定要把那气势跟年轻人连接起来，所以我们要说，我们要带来一首罗志祥的《可怜的落魄》。大家有他的一点没有？哦哦，没有，我帮你想，你要，如果你要唱的时候，你就这样跳上去，然后抱着就这样唱，然后你就把它当，你就把怎么可能抱？你就把它当吉他，然后这样，好，好弹，来 ，OK， 好，一二三，来，一二三，来。可能你是干的，我的胃好重啊，刀子狂人。还好，好不好？我这样不是很好。我觉得这样有点困难哎。大绝招出来了，大车轮，大车轮要不要？大车轮，他打我大车轮。各位观众，谁家主机在哪里？主机看谁？谁跟谁大车轮？这可是当初的大车轮重现了。教你，教你来，你蹲下，我蹲下，你蹲下，这样子。对，那我这样怎么唱啊？哦，扣住，对，扣住，扣住，加，站起来，然后你先，他们两个是不是？这，哎，你给我好了，好，不是你要背对，好，不行啦，转。真正 re 起来，我才知道我们这一天遇到唱歌这个是算是也是一个难关。为什么？对啊，我们这种是不问大巨蛋金曲奖独唱15分钟的咖，金马奖 solo 的咖，对不对？感觉只能唱。快过去，加油一下！扶起来。还是你们有什么？你们有什么想法？他的想法就是想回家。没有。中气足点，中气，这不是拉可，加油！你用嘶吼，用力，你用嘶吼。像你这样的天使，敢用翅膀可以翅，带个翅膀带着翅，天寒的这属于我。没力，来，那个老师前奏什么就来。该吃的。
哎呦，哎呦，完完了，哎呦。疯狂的表演吧！我操！好，谢谢。那你我谢谢。那你觉得谁会？老师谢谢，今天你要看好了，好不好？买票先买票。做一些。等一下，我跟他们说。叫叫叫！慢慢。先哥让你们先的，安天命啊！让你们先的，对呀，因为后面的比较有压力。对，而且我们后面还要移位置，对吗？不要，猜拳，公平，谢谢。代表，猜拳决定主队客队谁先上，剪刀石头头布，对的，前后我们都 OK， 其实我们尊重你们。我们这边有王红跟我麦怕。这边有巫启贤，我们怕。巫启贤太黑了。哦，巫启贤比这个还黑，又黑头发，还是白头发。好，组队先，你们压力好大。花村的朋友们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好，欢迎大家来到铁花村。今天来报名的朋友呢，有装饰呢，三立都会台的什么？对，那他们今天呢也来参加了唱作俱佳。那相信刚刚大家应该有拿到那个评分表，所以今天来参与唱作俱佳的每一位呢，今天都担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因为待会他们上来的时候呢，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评审。好，原音重现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掌声欢迎。那么我想啊，这个今天我们这个演出，希望能够获得大家的青睐。老师，来喽！奔月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，喋喋不休，是不我？把自己
掌声再次鼓励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表演到此全部结束，好不好？比较特殊的，好吧？那我们观众朋友当中有孕妇、有心脏疾病的，属老鼠、属牛、属虎、属兔、属龙、属蛇、属马、属羊、属鸡、属猪，都不能留在现场，对，请避开，有危险，争宠，争宠，好吧？所以是怎样？要走了吗？要走了吗？厉害，好，先厉害，把那票投到我们这一组，原因出现在。我们还没有正经介绍你们呢，我们还没介绍你们，怎么那么自动？不是时间到了就要下台，会罚钱的。年轻朋友脸上都是一片雾，他们根本不知道在唱什么啊！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们现在正处于安口当中吗？没有啊。
要谢谢这个组队跟客队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。我是今天的关主马兹卡。各位心目中是不是都已经有了？怎么？你现在心情有很紧张的感觉？感觉千刀板出现在面前。现在各位心中应该都已经有这个想法，觉得是哪一队获胜了？请把星星贴到你觉得今天获胜的队伍上面，然后投到我这个宝贵的抽奖箱之中。今晚的表演好看吗？谢谢你们，我们是综艺玩很大，谢谢。请给自己掌声鼓励。没有掌声的话，不要听，尤其 K 有没有唱到这个样子，有没有？一定要真的是哦，如果真的唱歌不行，我们就要用动作跟热情对取悦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拍着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们是可敬的对手。谢谢健哥，尤其啊，哎，我们今天才知道，原来哈校园歌唱的他是会唱，厉害哦。然后我们也因为我们也今天才知道小静是完全不会唱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所有这个观众朋友的票都已经投进我们的票柜当中，我们要把它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进去就出不来了。不，要封盘之前呢，我抽两张出来看一下，就是感觉一下，感觉一下，好不好？我随便乱抽，没有评语啊。哦，你看这个比选市长还紧张啊。一月十六号总统大选，天啊，第一张。这什么？平均一下，不是宪哥刚翻出另外一张，又是客队，没有没有，我就看三张，好不好？就这三张，哎，张一张了啊，好，一张，一二，组队，水，他那比较有品啊，对不对？这里又来，一二，都是组队，对，真的要摇摆他，哎呀。未定之天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是真工工整整好好的唱歌，他们是搞怪。我跟你讲，放进去，我担心有人来偷拿牌或什么，所以你连我的手一起动。今晚我就带着这个睡，这样好不好？封牌不会有人动它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封好了。明天宣布结果。上运动，花莲人，哎，花莲人，我的高高高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，中永远到这一点都搞错了，他在夏天做冬天的事，冬天做夏天的事，对，是怎样？我们热化的跟球场一样，扯烂下，死都不肯，天哪，冷的快要整个那个，他给我湖，非要给我玩水。我就出生在70年代，我到南部那边的小镇庄。我告诉你，你的 iPad 先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旧名叫黑森林，黑森林为什么叫黑森林呢？因为这里位居卑南西的出海口，然后它种了很多木麻黄，因为看过去黑压压一片，就叫黑森林。哦，有哎，好黑啊！
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，就是活水湖，它是三个湖其中一个，有琵琶湖、露丝湖。活水湖呢是人工湖，不是在日本我们去过啊？琵琶湖日本，对啊，超大超美啊！来这里要干嘛？哦，我们要刚好忘记一件事，昨天有一关卡的那个结果，还敢讲这件事情？还好意思说啊？真的很不公平，讲清楚了，不是啊？来啊来！为什么？我们上传的时间比他们慢。16分钟，16，哎，你知道16分钟差很多，差没有隐藏，对啊，所以要怪谁？隐藏16分。对，而且后来我们看那个触及人数，其实客队触及人数比较多，因为我们在少，因为我们在第一个，对，我给一句话，好不好？我没有经过我们队员同意，但一句话，好，你们好不好？点阅率后面的数字，我们把你补满，补到整数。战术，战术，比战术，战术，补到整数，补到整数。我们，你说比如说是15000多，4万吗？就不到4万，15000多，算千位数往上补，对，就变成2万。9800，漂亮吧？9800就1万了，算是漂亮吧？哦 ，OK 啊，漂亮吧 ？OK 了，再送你们一个，送，还要加码，我们的点赞数尾数去掉。哎呀。万字以后的大气，这样加一加，我们是6万多，6万。我是大哥，不愧是大哥，好不好？他输的话，你们把他丢到湖里。来，再来一次，这边补到整数，这边去掉尾数。好，现在看到这个是综艺玩很大的粉丝页喽。哎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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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先看到的是我们的客队。好，客队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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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喽。6.7万个赞，好，再送3000就是7万，7万，要这个价钱嘛，所以我们10万里面7万嘛，这样知道分数怎么算吗？这个占了10%而已，我们去掉40%而已，所以你们输的不是很多。这40%加权下来呢，主队获得24分，客队获得16分，落后8分。你看落差已经很接近了，其实这个才重要，让你们这个60%，这个占60%，这个我们是仿照总统大选的规格去做的票柜。我需要有一个人来帮我开票，好。我帮你拿着啊，一张张念喽。哎，组队一票，哎，来，组队一票，客队一票，哎，交在你们手里，你们不会拿去藏起来嘛，对不对？组队一票，哎，组队一票，客队一票，对啦，那比尔，客队一票，有眼睛啊，不玩球啦，秒嘛，这有秒，组队一票。组队，瞎了瞎了，客队一票，客队一票，漂亮，很刺激，客队一票，组队再一票，
数已经差到两票，没差了，两票，这一张也无法挽回这个劣势，没差了，你差就对了，你共振的，关你什么事啊你？客队一票，哇，这个胜负应该很明显的，由我们的组队获胜。热气球，三颗，这三颗是。好，来来，哎，对，对了，是这么想哦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为什么不在酒店里公布对方？干嘛要来这里公布？没有，我们要这样啊，回去了。来，等一下，这边还有关卡要进行。今天好冷哦。还有热卡，刚才大家喊一喊热身体没关系，可以继续闯关了。来，马上来揭晓，在我们这个活水壶要进行的关卡，一起念。当雕塑水手以一加一方式进行水上工具闯关赛，最快完成四个慢动作。剪刀这个应该跟各位解释一下，先解释一下，因为这个地方活水壶呢，很多人会在这个地方进行这种端午节的龙舟竞赛，啊，所以等一下大家就要划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。那我们的进行方式是一加一，第一棒在这边玩完游戏之后过去，跟第二棒一起进行第二关，然后再两个人一起回来，跟第三棒一起进行第三关，最后三个人过去跟第四棒进行第四关，完成之后回来。多棋看哪一边先拿到棋就获胜了，所以第一棒最可怜就对了，第一棒很累，对，第一棒也很累，第一棒要全部都玩，全部都参与。那关卡呢，我解释一下，首先剪刀脚脱裤，第一棒呢要帮你的队员用那个脚把他裤子脱下来，就是这样啦，我们会安排裤子给你这样玩，对对对，就是你用脚，第二关呢是这个互杯喝饮料，过去之后呢，这个第二棒呢就要负责喝饮料，但是他被一个人背起来，就在背上面这样喝，背心棒，对，大概都有想法。背起第二棒就代表第二棒获得一个奖。不是，他现在是在担心船的问题。船够不够稳啊？不用担心哦，沉船没关系，我们都有救生衣，还有救生员随时待命。OK。就聊公聊话吧你。我怎么讲公聊话？我等一下就要落水了，我觉得。好，看一下第三关，妙手打乒乓。妙手打乒乓呢，你们三棒会一起，每个人拿不同的东西，要传乒乓球，总共要打十次。那你简单了。东西有平底锅、拖鞋，还有乒乓球拍。简单，很简单啦。刚才有试过了，制作人有成功。好，来到第四棒，第四关的是默契大考验。四棒呢会把这个眼睛蒙起来之后，每个人拿两只旗子，两只旗子一只是黑的，一只是黄的，然后呢就要吹哨，就说好举旗。四个人如果举到同种颜色的时候就过关。哦，没有举到同种颜色就要下一回了，继续再挑战。所以这个棒次的安排有一些学问。现在两队呢来讨论一下棒次，我们会同时出发，看哪一队先回来夺旗就赢了。你的裤子好啊，好，因为他会穿你的裤子嘛。就跟你要第一棒下来，四种都要滑到哎，哇，没关系啊，滑伞帮忙啊。第三道到，第二棒吗？那么我第三棒啊，我打乒乓啊。可以啊，两个，两个，这个有落跟没落？对，最高帮女生顶落水为基。两个都要站。好险哦！要多高？好 sweet。我，你脱我裤子吗？没有，我脱第三棒的裤子。第三棒在这边，一三在这，二四在那边。脱掉以后，然后你过来，然后我背你喝饮料，对，再滑过来，我们两个在一起滑过来，然后打乒乓球。打乒乓球，你的活动能力好不好？对嘞，应该可以。好，那给他，来脱他裤子。先示范，你们先丢我，就接我鞋子，我看接不接。接你鞋子。好，还可以。我接，好，接我鞋子。我来。教练帮忙！教练帮忙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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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得到我们的终极惩罚。加油加油，这个时候就是意志力，靠的就是意志力，意志力，意志力，加油娃娃，我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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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当你们在聊这些的时候，有人关心过我的脚吗？你看啥？